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回来了。阿爸，敢敢跟大家说好。敢敢，阿爸，请过去那里。阿爸，那你过去那里跟大家说嗨。好，说嗨耶！我们家的小妹妹今天给她再试试看。之前那一次啊，她跟姐姐差点就吵起来了。我 actually 已经吵起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要介绍，继续介绍这一组。我想要介绍这个组。好啊，应敢敢的要求，我们要介绍这一组。我还有两组还没开，那敢敢想要先开这一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所以这个呢是乐乐天使 Lala Loopsy Minis。阿宝已经在后面玩了。这一组叫做 Jules Primping Party。所以呢 ，Jewel Sparkles， 然后 So Cute， 建议的年纪呢是4岁到104岁。后面呢就是讲 detail， 然后这一组其实出了一阵子了，可以配合着他们另外一组 Mini So Sweet House 的糖果玩具屋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摩天轮。你害怕摩天轮吗？对，我害怕摩天轮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来吧。你不会应该就就看，你会怕。Oh my gosh， 怎么那么 crazy 啊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妈妈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一个东西。这怎么粘到这里啦？哦，这个要剪刀剪哎。等一下，我们去拿剪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看。Bush， 这个呢是一个台灯，好漂亮哦！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粉红色的台灯有蝴蝶结，应该叫立灯吧？好，我们放这边。然后还有一个猫咪，这个是 Jewel 的宠物。你看这只猫咪好可爱哦，它耳朵还各带两个蝴蝶结哦，眼睛也是黑色纽扣，还戴一个项链，哇，好 cute 哦！好，我们放这里，大家才看得到。Please， 它可以站吗？猫咪可以站吗？好像不行哎。嗯，不行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让它躺着。好，这个是 Jewel， 哇 ，Jewel 好可爱哦。Jewel 它戴一个皇冠，然后呢，眼睛也是纽扣，头发是粉红色的。它今天穿的好像是公主式的洋装哎。我看那什么东西，哎哦，你不要这么粗鲁好不好？妈咪拿可以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哈，谢谢。不能找东西给他。你看，所以好漂亮哦。它一样也是不能站哦，头可以动，可是呢可以坐。好，我们让它坐这里。好，让它坐这里。Oops， 好，我们再看，刚刚这个杆杆已经把它拆到。猜到哦，你看这个是太空台。Oh my god， 后面已经是 disaster 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，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化妆台哦，可以关起来。哇，阿宝可不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去 ？No， 谢谢，先去那边玩。好，那借你这只猫咪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先看完，我们先介绍完再玩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借阿宝猫咪。好，我们再看还有什么东西，还有一个好漂亮的镜子哦，哇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镜子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放这边，乐乐天使就给它靠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然后还有一个是梳子，哇，这个梳子好特别哦。梳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梳子也是蝴蝶结，深粉红、桃红色的。我觉得应该是梳子吧，还是梳衣服的？还是梳衣服的那个，有时候衣服起毛球啊，你要把毛球刷掉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吧，应该不是梳子。Anyway，however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哇，有两瓶香水跟这个肯定是香水了，这个好可爱哦，也是粉红色的。
我突然之间有点希望它下面能够有个洞，如果它有洞的话，我就可以插到小马的那个彩虹小马的玩具屋里面。这个感觉也是香水，好漂亮哦，两个绿色的蝴蝶结，白色的盖子，爱心形状的香水，好漂亮。那还有一个这个呢，谢谢，其实要用剪刀剪，我没有，我看我可以扯得下来吗？哦，其实可以，是有点丑而已耶。Alright，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子，是一个 stool， 好漂亮哦，哇！所以这是一个椅子哦，这不是 cupcake， 这是椅子，椅子是一个那个化妆台的椅子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把镜子打开来，哇，它在照镜子。它的猫咪呢，小宝？猫咪在哪里？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组猫咪耶，还有镜子，请帮我拿过来。那个小镜子，请帮我拿过来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放在这里给大家看好吗？还有它的宠物猫咪，所以它这个呢，其实就非常可爱，我觉得很适合玩具屋里面，可以给大家一起玩。那我后面呢，有那个之前介绍过小树林的房车，但是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了，因为我们家小妹起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放在这边，我们给大家看最后一眼，看完最后一眼就给你玩好吗？镜子，镜子，那你照镜子给大家看。哦，你给那个他照镜子，给 Scoop 照镜子啊？那你给那只猫咪照镜子看看，给猫咪照镜子看看。哦，那你给猫咪梳头发，去用这个小梳子给猫咪梳头发。哦耶，给它梳梳头，耶、yeah, ，好棒哦，谢谢爸爸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咯。然后这个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Scoop。宝宝，你可以，宝宝，你可以过来跟大家说拜拜吗？说拜拜，拜拜，说谢谢。姐姐哦，好棒哦。